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rs。今天我们要玩 BF， 这次我们来挑战不受伤害。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抽出轮盘啊。上面出现哪个数字，就代表被打几下才算失败。哦，非常幸运的是我，对。OK， 我们就开始吧。跟上集一样，也是要买火箭。哇塞，有脉络也不容易，现在可以买耶。OK， 买下去。我现在策略就用招式先慢慢耗他，因为毕竟面受伤害嘛。火箭应该就是换近战，你这样应该不会碰到。哎，白痴，我被挡到了。那个诺白痴，又可以跟位置。我可以把他吸引过来，然后一次打两次，这样效率会比较高啊！快点过来！Oh my god， 我被打两下，加神奇机会。Oh my god， 所以神等，神兵果实应该比较好。OK， 继续吧，还没有，快点！哎，飞去哪了？啊，怎么不见了 ，bro？ 一直不见了。OK， 先把这干掉比较好。你找一下那只在哪里？在哪啊 ？Where bro？Where are you？ 我这边。我可以不要碰到他就好。哇，牛逼！居然没被打到，弱了。我操，差一条命了，被他打到一下。OK。哇，这个猴子血量很肥，你知道吗？打不了多少血，要想用隔墙打的肉。哇，这是很肥、欸。Oh my god， 太肥了！我可以用火箭，是哦。哦，应该可以了，干掉他。OK。这枪也是很肥的，然后来这边隔墙打看看。哎，这好像不能隔墙打，白痴 ！Oh my god， 差点死。OK， 碎了。哎。OK， 他刚刚掉下去。哦，碎，简单啊。然后全点果实。